你接得很快耶。Hello。阿宇在睡觉吗？你在干啥？我刚睡醒，我准备下楼呢，我一会儿去锻炼。我给你开几个有奖竞猜呀。猜对了我请你吃好吃的。我问你哈，你回想一下咱俩拍九霄的时候，这个剧里面九儿和韩征要靠什么来提取对方身上的能量？碰到身体啊。接触到身体。OK。第二个是剧里面第一个案子，两个人要找的对象是谁？找那个三到八的鞋。哎，挺聪明哈，脑子在线。剧中两个人的种族分别是前任跟旗人、啊，接下来这个很重要哈，我的生日是哪一天？9月6号。哟，你好厉害，你是不是看的狂飙？OK， 嗯，一句话形容彼此之间日常相处模式。两个人闹闹哄哄，闹闹哄哄，啊，啥呀？还有呢？还有啥？两个人都比较好，喜欢笑。是笑还是笑场？笑场。哎，笑死我！我看啊，还有。聊天的时候发过对方的表情包吗？是哪一张？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，哎，我最记得你的表情包就是那个。哪个？我先说一下，这个韩征的表情包，小 B 的表情包，我最记得你的是那个头发乱哄哄的那个，你记得吗？就是你感觉好像是一起床，然后头发就像鸡窝一样的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很可爱，我觉得那个。挺可爱的，挺好玩的，就记那个印象比较深的。我的呢？你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、啊？那个什么，就是你好像是在那个录哪个晚会吧，在弄电脑。哦 ，Coco 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Coco 爱，你怎么会有这个的动作的表情？哦，私藏我的。一般求对方办事情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开口的第一句话问你忙不忙，在吗？喂喂喂，在吗？在吗？然后再说事儿。OK， 一句话形容对我的初印象和现印象，好好说，想清楚再说。初印象，夏可可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就是小 B 说他看的我的，你是看的我的第一部剧是夏可可是吗？对，因为那会儿是那个我爸来探班，然后他电视一直放着。他跟我说过，叔叔特别喜欢夏可可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叔叔好眼光。OK， 对我的初印象是夏哥哥。那你见到我本人的初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很漂亮，然后那个人很好。人，你第一眼看到我就知道我人好，我人好是写在脸上的吗？啊，那必须的吗？什么？人好哪有写在脸上的？你不得经历过事情，你才会发现这个人好吗？没有，就沟通来了之后的给人的感觉。OK， 好的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感觉有一小小的那个蠢啊。你说啥？感觉有一点点小蠢啊。小蠢，揍你。来，我们来对暗号了，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。任何地点。九霄探案，九霄探案，随时。你答不对就没有红包了。那稍等我一下哈。好，收工，不用了。你今天没有拿到奖金。啊？就这道题吗？别，前面题都不算啊。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，九霄侦探。这本案。前面答的还不错。
那行吧，那你睡觉吧。哦，不对，你去健身吧。来试一下刚醒。好，跟我们这个神剧亮了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文俊，对，在那个九霄海运团里边饰演韩征。我们应该对着这个。OK， 好了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爱情。